老师做给你们看。哎、欸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？你就扯起来了，蛮特别，锅盖可以拿来玩。对对。对。好。不要抛吧。然后不要，第一道菜蚂蚁上树。哎、欸。然后第二道菜就鱼跃龙门这样，可以抛。就跟这样比较不会飞出去了，到两颗的练习都有。对啊。那这个从13岁开始练到现在，应该也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了。就我们学校，差不多就三个。我们学校也有扯铃社，篮球、排球，什么都要考，羽球、游泳、游泳考，尤其是游泳，仅女的学生可能不会游泳。对。以前还有体育老师会考，有啊，我们有。现在不会了，现在都好了。对啊，他现在精神还不错。他在当职工。哎，现在那个我们说期末聚餐都还会邀他，他都还会回来。内线这样缝起来了，那我们这个其实就是正方形的这个布块的概念，然后去做拼布的技巧练习，然后去做成这个束口袋。那这个是布块的折叠的过程，然后这个是半成品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束口袋会加我们这个蜡绳，这个蜡绳摩擦力比较大，所以呢，通常很适用在我们束口袋的